耳机不用时，放在桌上显得占空间又凌乱，可以用衣架折一个挂架。先从衣架上剪下一段铁丝，把铁丝折成一个么字形，在么字形的顶端折好一个挂钩，按照耳机的宽度把另一边往上折成一个直角，耳机挂架就完成了。以后就能轻松地整理好你的耳机。